开始要走阶梯，这是一个比较陡的下坡路段。还在录？对，我还在录。好，入镜一下，耶、yeah！防守阵。这位秃头兄不知道在干嘛？好、哦，准备相机，对，拿手机。迷路，我还水路人。哦，这一段要是扛车的话，恐怕也挺累的。